如果你有时候怕东西比较小，尤其像我们在这边，你看我要点那个电视，有没有？这样，这样，如果你不小心移动到，是会连这个墙壁或者这地板都动到，还被它乱。复原是一种方法，它的复原在左上角这里，有看到哦？快速键是什么？Ctrl 加 G，对，都一样哈、哦，反正这个都一样哈、哦，加 G。那这是一种方式，可是呢，其实你也可以比较有一个更快的哈、哦。如果你已经进入到摆家具的阶段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锁头？哇，把它锁起来就好了。这个锁起来会锁什么？会锁定我们的房间，就地板跟墙壁全部哦，不管你几个楼层哦，就一起锁起来。好、哦，所以如果假设我这个先放，好、哦，我先还原一下。好，这样我把它锁起来。好，现在呢，你怎么动？有没有发现都不会动到它？有没有？就只能动家具而已。哎，你不要盖我。好，所以如果你已经进到，就是我隔间都弄好了，那我就不需要再去动到它，你就先把它锁起来。有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打开就好了。这样会了吗？会了哈、哦。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里，你们都很专心的在看这个单元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会这么大声指给你这里吗？请往下看，跟有没有 FAQ 常见题？因为其实你慢慢的开始使用之后，会不会遇到很多问题？会啊，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，所以老师为了节省你，老师找我麻烦，对吧？请你来这里找他麻烦就好了。你看，等一下我们要看三角形的屋顶啊，有没有？然后墙壁怎么判断左右？是不是有提过了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？怎么取消自动吸附的功能啊？怎么汇进外部的啊？也没有发现很多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有想到的，我就把它放进去。所以你也可以到那里找一找。OK，来。